台的朋友早安，我是林嘉丽，主持用心深呼吸已经三年了。哎呦，本来是想说借由这个平台呢，介绍很多在各行各业用心用爱行善的朋友们给大家认识。哎，没有想到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收获最多的是我自己，而且可以从他们的身影当中学习到很多，也给自己在生活当中满满的正能量。所以在这里要祝福大爱网络电台35周年生日快乐，也请大家继续收听什么大爱网络电台。